纸张的空白有限，轻描淡写，敷衍。要怎么进行勾连，才会显得妥帖？阴影处坦素蔓延，夸张的在意时间，毕竟模糊同消失没差别。苍白的告别感言才算感言，落单的画面自行涌现，不断的编撰烂俗情节，驻足过的梦竟然崩裂，一幕幕分解，丢下毫无意义的点线面，秒转过谎言开始改变。既然从未遇见，荒诞就不可怜，被迫重生过的无聊体验，不抱怨。贴切，感情多浓烈，追忆的线索多明显，适当隐藏起热烈，挂上平和的笑脸出演，落单的画面自行涌现，无端的偏传烂俗情节，驻足过的梦竟然崩裂，一幕幕分解，丢下毫无意义的点线面，秒转过谎言开始改变。既然从未遇见，荒诞就可怜，被迫重生过的无聊体验，反正不抱怨，客观乎伤痕的愈合时间，也许就几天。